焦点视频吴佩孚元奇术二嘅时间，荧光幕见到吴佩孚师傅，大家好。啊，师傅啊，今集咧咁啊，应有一啲朋友嘅需求啊，想请教一下你啊，喺学理上边，大家研究一下一个八字啊。咁啊，呢一个八字咧，最近咧就系闹得热烘烘嘅，即系我哋嘅今日录影嘅日期咧就2023年7月19日。系咁啊，大家都知啦，7月16日咧就系一个电视嘅选星嘅比赛嘅决赛。咁啊，决赛前一日决赛嘅当日咧，佢就宣布咗退赛。哦，因为佢个人咧就好多新闻嘅事情发生咗啊，甚至乎咧佢呢一个嘅公布佢叫咩入选嘅当日咧，佢女朋友嘅轻生啊。系咁啊，所以往后嘅事情咧就一路咧由原本好似冇事发生，去到决赛前嘅一两日咧，咦，纸包唔住火嘅，全部嘢都扬晒出嚟。咁当然啦，大家可以去翻一啲嘅报纸啊，或者网络嘅新闻都睇到噶啦。咁样咁呢位魏先生咧，咁啊，即系有朋友话俾咗佢嗰个嘅年月日俾我哋啦。咁啊，即系想喺从一个学理嘅角度，真系参透一下。一个人点解个命运咁得意呢？吓，2023年咁啊，佢由一个即系可能都仲系叫工作好唔稳定系嘛，要赊借度日嘅人啊，跟住然之后咧，咦，看似有机会吓，喺一个选星比赛当中，先系入到100强，然之后仲好似啊，有一啲嘅经理人都好俾机会佢，系咪先？你见到依家啦，啊，即系阿花姐都出嚟讲啊，哎，俾啲机会人啦，咁样系嘛？好似个个都帮佢，但个问题点解？诶，原来呢一个嘅好嘅趋势，原来当中冥冥中就系发生咗一啲事，就令到佢啊。原本成名嘅机会呢只能够得个望字啦，冇得可以实现啦。所以喺呢一个八字嘅命运当中，请教下你啦，师傅。嗯。多谢你收睇焦点视频嘅节目。如果喜欢嘅话，请俾多啲支持我哋，做齐赞好、分享同埋留言。因为呢啲嘅动作对于频道嘅成长都系相当重要。更重要嘅系我哋嘅主播无私奉献，达至免费知识共享，绝对需要大家嘅支持同埋鼓励。同时影片资讯栏有主播的专业连结和联络方法，观众可以进入网站详细阅读。咁呢，嗱，佢个男命是这样。嗯。男命是这样。嗱，八字本身来讲呢，佢属木的。是。月卯。身强。佢八字呢其实来讲呢就是偏人格。但是佢咧就系财都系运在其中嘅，但系佢呢点土咧呢点财咧就系湿泥嚟嘅，系即系话佢个财本身嚟讲系弱嘅，嗯，佢系要以火去生翻呢点土咧，令到点土稳定强大先得，嗯，嗱，依家本身嚟讲咧，佢行嘅运咧就系叫做庚戌运，庚戌运咧就系本身同佢咧系日柱咧系天合地合嘅。哦，即系话呢一个运咧，其实嚟讲咧，佢系有一个发展嘅机会，系好嘅，系好嘅。嗱，呢个庚戌咧，亦系代表咗个台啦，大台，其实嚟讲系睇佢嘅，系，即系呢个台电视台睇佢嘅，系。但系因为佢呢个八字咧系忌水木嘅，佢啲土本身嚟讲寒啊嘛，嗯。嗱，而今年咧2023年嚟讲咧，啱啱咧就系癸卯，啱啱就癸卯，嗯。咁咧又系水木，而呢点财咧，亦系代表系佢嘅女朋友。是因为是已经是太弱了点水。是个土呢会本身来讲变成湿泥嘛。嗯。佢再是有点木去黑佢呢，所以就黑死咗。嗯。明白吗？嗯。佢点财出事。所以呢亦系所以就是话报纸上面讲佢呢就是话成日财困啦，成日问个女朋友借钱啦咁样。即系都系有咁嘅机会嘅。是。同埋呢个命本身嘅性格系会点样呢，嗱，佢本身偏印就绝食嘛，嗯，偏印绝食，嗯，偏印绝食嘅人咧，满口大话噶啦，本身嚟讲，佢个人咧都系好蛊惑嘅，系呢个命本身偏印好重嘅，因为佢咧丑土里面咧暗藏咧就系佢呢点偏印咧吓，都系相当旺嘅，系就系呢点水咧就系令到佢身败名裂啦，嗯，就系呢点偏印令佢身败名裂，系佢嘅大话，佢嘅唔忠诚。佢嘅冇诚信咧，令到身败名裂。嗯，令到点食神咧，就系冇咗。哦，呢个就有个成名机会。系，明唔明啊？而今年嚟讲咧，啱啱咧，亦系呢点偏印主事癸卯年。嗯，
所以就会影呢咁嘅劫数咯。系，哦，咁但系又咁讲嘅，即系我哋觉得咧，有时啲嘢真系好得意啊！佢两个月内啊，即系一年内啦，佢短短系所有嘢都发生晒喎，啊，由以为好似好有机会，跟住去到依家，大家都知啦，哇，全城咧闹佢闹到黐线，系咪先？咁当然啦，有啲可能佢嘅 fans 都会话，诶，唔系嘅，你睇错咗，佢唔想解释啫，咁样啊，唔知道啦，系咪？嗱，从命睇咧，就真系确实系咁样，嗯，从命睇真系咁样。而佢女朋友咁样轻生咧，亦系代表咗咧，佢嘅佢嗰啲财咧，系本身呢个丑土咧，就代表女朋友，嗯，而今年嚟讲咧，亦系克绝咗。系，克、哦、绝咗，所以有咁嘅意象。老实讲，嗱，如果佢嘅财唔系克绝咗咧，佢又不至于咁样嘅。哦，你明唔明啊？即系喂，佢点财本身嚟讲咧，亦系可以制下啲偏人嘅，但系冇办法啦。系，点财力量冇咗。系，你话喂，反而你话喂，对个前度好翻啲咁多咧，未至于咁差。嗯，佢嘅前途跟佢女朋友一齐走。嗯。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啊？即系嗱，如果师傅你咁样讲到呢一点咧，有啲人就会觉得，哇喂，咁即系我命中注定嘅咯，系咪先？或者如果我可能我有啲嘢改，唔系命中注定。嗯，虽然有咁嘅组合，但系如果你要做人咧，即系唔系话咁绝情咧、嗯，即系做人唔好话咁离谱啊！嗱，你同佢分手冇所谓嘅，嗯，即系你唔好喂都一路利用佢啊，当佢提款机啊，咁可能嚟讲咧太伤心，嗯，令到对方。即系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欺骗佢，一次又一次吓，咁样去即系呃佢啦，吓、嗯、佢、可能好伤心啊，呢、這个女仔，嗯，咁而咁样佢轻生咗咧，对佢个命运咧个福分咧，都系有一种好大嘅剥削喺度嗯，佢嘅福气咧都系会因为咁嘅业咧，佢做咗业啊，系啊，对好大影响。系好大影响，所以做人不能够太过绝情，唔好太过分做人。系，即系有啲嘢咧，就并非一定话整定嘅啊。即系有好多人咧，我都系咁讲，即系男人好，女人好啦，唔好恃靓行凶。嗯，即系好多人为中意为养兵啊，即系女人啊中意收兵啊，嗯啊，或者系男人为佢啊有少少靓仔啊，咁咧有啲傻妹真系好中意佢嘅，真系为佢牺牲噶嘛。嗯。系咪先？即系钱银唔讲多与少嘅，系咪先？你一二百蚊都唔系话咩大数目，但系有啲人嚟讲，可能为呢种佢都冇啦嘛，可能一二百蚊可能系全部嚟噶。嗯，系啊，唔食饭都借俾你，系咪先？冇错啦，一二百蚊都即系信你，即系仲有感情喺度。嗯，啊，或者你系用一种感情，如果你唔系用感情勒索佢嘅，同你有亲咩？做乜借俾你先得噶？嗯。系嘛？咁你肯定系用感情勒索佢噶啦，系嘛？咁呢样嘢系其实真系好差嘅，即系呢啲已经系失德艺人嚟噶啦，系好差咯。未出道啊，师傅吓，但佢未出道，系啊，咁啊，咁啊，即系唔使捞噶啦。佢嘅命运，佢嘅前途，跟佢个前途一齐走咗噶啦，咁样系好难搞噶，系即系嗱，老实讲啊，即系。当年啊，好似有个艺人啊，娃娃看天下嗰个啊，唱，好、哦、简单，系交通意外唔小心车死个女护士啫，哦，吓、啊，佢都黑咗十年八年啦，系，佢嘅命运啊，佢、嘅星途啊，都黑咗十年八年啦，嗯，就系咁简单啫嘛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你咁样孭咗条命啊，系，系意外啫，虽然，系，吓、啊。咁依家你咁样搞啊，令到人哋自杀跳楼咧，都系好大镬嘅。嗯嗯，明解。咁啊，即系边个揽佢都死。我好奇问啊，师傅，即系如果我假设，我亦都系希望人哋好嘅，系咪先？我假设啊，好似一个咁样嘅 case 嘅一个人，佢揾你啦，系嘛？你有啲咩建议俾佢咧？你咪同佢讲，唉，正正经经啊，做其他嘢啦，唔好再谂啲咩全民做丁啦咁样。嗱，咁啊，真系要睇佢个命运嘅，即系我睇呢位仁兄个命运咧，佢嗰啲食神咧，佢咁样制法咧，冇力噶啦，即系佢想做艺人都难嘅。系，咁啊，梗系要做翻个普通人啦，正经嘅打翻份工啦。嗯，明唔明啊？系，会咁样会比较好啲咯。咁你话喂冇办法嘅，你话喂佢个命喂好劲嘅，后边啲运又好劲嘅，咁啊，
散放火你都咁腰带㗎啦。係。整定係咪先。係。咁、啊、但係呢、這个咁睇落就唔係囉。睇落就唔係啦。係。係。睇落就唔係啦。佢呢个同个穷字呢一生都黐住㗎啦。係。一来佢月卯本身佢虽然係得六啫，但嚟讲佢个人自视㗎嘛。嗯。刚愎自用。係。即係每样嘢都係为咗自己利益。是、啊、自私自利的。是。对于点偏财来讲呢，剥削嗯洗钱又大，即是没什么金钱观念的。嗯。他点财啊嗯如浮土嗯即是说喂三间穷五间富整定的。时辰不知啊，可能来讲喂可能他时辰很好、啊、但只是看他年月日这三柱呢就已经是跟个穷字呢都是拉上关系的。嗯。好难会有好嘅前途咯。系，嗯 ，OK。咁啊，当然啦，都系讲嗰句啦。啊，师傅同我哋都系希望人好嘅啫。啊，咁啊，即系如果吓，即系可能一啲嘅事主咧，或者你本身咧，以为原来个命格都有啲相似喎。啊，咁你想改善自己咧，咁啊，不妨其实都可以吓，即系影片资讯栏就揾到师傅嘅联络方法啦，可以请教下佢啦。啊，俾一啲贴心嘅意见俾自己啦，点样可以做一个更加好啲嘅人？好嘛？咁啊，下一集我哋继续请教。吴佩孚师傅，好，拜拜。多谢你收睇焦点视频嘅节目，如果喜欢嘅话，请俾多啲支持我哋，做齐赞好、分享同埋留言，因为呢啲嘅动作对于频道嘅成长都系相当重要。更重要嘅系我哋嘅主播无私奉献，达至免费知识共享，绝对需要大家嘅支持同埋鼓励。同时，影片资讯栏有主播嘅专业连结同联络方法，观众可以进入网站详细阅读。